女孩吃醋什么样子，我比你了解多了。你解释一下呗。会吃醋就说明喜欢你了。不知道，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，谁碰到就想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石小念呀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以柔克刚。你看，这下总算是帮你稳住了恩义的基础。你说这帮人要是真走了，看你怎么办？ 走就走呗，不缺他一个，谁让他多管闲事儿了？哎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机不可失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人没了可就没了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哥会在这个年纪去世，我就天天跟着他，一刻不离的缠着他。好，不提你哥，我有件事得告诉你。 你爸妈那边联系过我。什么事儿？他们怀疑石小念就是你曾经说过的和你哥车祸有关的人证。你怎么说？我当然糊弄过去了，哭天抢地，一提你哥就泣不成声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小欧，我希望你不要查下去。 我希望你去过自己的生活，但是如果你查出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跟宫玉本来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开始，有关他的一切我都想知道。我很快就要回英国了，你爸妈那边你暂且放心。 这几天我会去缠着你妈逛逛街，买买东西，喝喝茶，让她腾不出时间来管你。好啦，你看你就没心思跟我说话了，快去吧，加油哦。哎，拜拜。无聊。不过既然他已经答应了，我又不吃亏。哎，石小念。 我说的散心是出国旅游什么的，不是到这种地方来逛的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切！对于我们没钱的人来说，散心就是逛街，吃好吃的。你作为一个总裁，履行好自己的使命，不要老想着玩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总裁可是很累的。哎，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。哎，当总裁啊，我也想当总裁。 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，我要是能当上出版社总裁，我先把石小念的漫画出版了。你又做白日梦了。有梦想是好的。今天事情有点多，我要在公司呢。你放心吧，药我都吃过。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明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 金柱，你来这儿吃饭？你管人家来干什么？没吃，打包了点。那你多吃点。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？不，那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金柱，那个鸡皮回家热一下再吃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 还不走啊！你再不走，这个傻子就要跟到你家去给你热吃的了。说谁傻？千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你说话的风格？我怎么了？说错什么了吗？饿不饿？你多吃点儿。我还想多吃点呢。 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？什么情况呀？请问各位要吃点什么？刚才那个人点了什么？我都要了。刚才已经走了很多波了，您说的是？招牌菜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的忙，招牌菜已经卖完了。 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，你看，没有了，走吧，咱们就改天来。坐下。
石小念，我告诉你，答应我的事情叫说到做到。好，行。老板，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？有是有，但是也没穿，也没解冻。你看我现在这人手也不够。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来。啊！哎，你们那桌还需要地皮吗？哎，我们要，谢谢。我来穿，好，帮忙。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了？呀，你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情况？那请问您还要点？我全都要了。小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今天不是要住剧组的吗？啊，我们戏那个男主演请假，晚上的戏不拍，就提前回来了。你从公司回来的？你去小吃街了？路过，就买了一点，我去热一下。千初，你下午？下午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好香啊！你要不要吃一口？算了算了，这么晚了，你肯定不会吃了。吃，当然要吃。你买的，你连健身也得吃啊。好啊，那你多吃点。都怪这石小念，本来好端端出来逛逛，现在倒好，变成穿鸡皮到天亮。你买只眼睛看见到天亮了，再说。就你穿鸡皮那水平，能穿过我？哎，那要不咱俩回去回穿个100串，看看谁快，行吗？您自己去吧，我不要。哎，干了这会儿活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你好，这鸡皮。徐小念呢？啊。石小念，他在等后厨烤好呢，马上就好。好啦，晚上吃那么油腻，快喝杯热茶，快闹肚子。谢谢。对了，刚才回来看你愁眉苦脸的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剧本台词有点长，一下背不下来。台词长是好事啊。说明戏份重。千初，我之前有东西落在办公室了，下午打电话去你也没在。你下午去哪儿了？哪儿也没去啊。小迪，改天等我闲下来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你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尝尝我的招牌鸡皮，老板拿走。这些我都要了。这么多你都要了？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，你不拉走哪有客人啊？我可没这个意思。真难吃！光，你给我站住！
到底发什么疯啊？发疯？我没发疯，我好好的，我发什么疯啊？没发疯？那你这是什么？浪费粮食？拿过来了，没不让你吃啊。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因为穆千初，你跟穆千初之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跟他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。你能不能讲点理呀？就算你是我朋友，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。之前你让我管，现在又不让我管，把我当成什么？我的事情还不需要你来决定吧？上不上？我好喜欢这里啊。你喜欢画画，你也喜欢看日落，我就给你建一所西光小屋，让你自己画你自己想画的东西。好啊。我今天能站在这里，牵着我最爱人的手，我觉得真的很幸福。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，可是我就难说了。只要你表现好，一切都好说。爸，他们喊你呢。我？啊，行吧，孙社长。啊，走。因为龚先生收购了出版社大量的股份，所以现在 NE 是出版社最大的股东。根据股权收购书以及相关合同，龚先生委托孙小姐您成为出版社的管理者。也就是说，您现在就是新任的社长及主编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所以龚收购了出版社。还不信呀？刚才合同不都签了吗？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掐我干嘛？你掐你自己。我居然在有生之年当上社长了。龚欧，真不枉费我一直看好你。哎，要说霸道总裁嘛，就得像他这样。像穆千初送什么戒指、湖边典礼，那都太小意思了。
你看看我们龚大总裁啊，一出手就送了我这么大一个出版社。啊，不对，漫画和网文都不是这个剧情啊。按理来说，龚大总裁至少得看上我点什么，才会有这么大的手笔吧。姐姐，我拜托你先自己打量一下自己，你从头到脚哪一点像女孩？我们小老板口味再重，也不会喜欢个男的吧？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，要是公欧真的喜欢我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预计打理这个出版社会是很辛苦的。哎，你看我之前的总编黄世仁，操心操的呀，头发都快掉光光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龚总有没有说我工资的问题啊？不对呀，我现在都当社长了，应该是年薪吧，年终奖和分红呢，股权也得有吧。好好当你的社长，问题这么多干嘛呀？你说不说？不说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我真不知道，小老板也没跟我说呀。收购的事儿归投资不管，你的薪金归人事不管，不归我管。但你要是真不想做这个社长，我可以去跟小老板说一下。哎呀，吓唬你的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么好的馅饼我不接。哎，不过小念把以前的漫画截稿了，不打算出版了。我打算把他新画的漫画推向市场，把石小念打造成一个漫画心机。也就是说，那本漫画手稿的最终结局时效已经画完了。哎，大家听着，大家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重要的文件屏幕放在我办公桌的左边，流程文件签子放在我办公桌的右边。干活去啊！丸子。怎么样，没认出来吧？嗯，啊，打扰一下，这是您的咖啡，谢谢，请慢用，帮我来杯一样的。好。还黑咖啡？你不是都喝焦糖玛奇朵吗？怪物偏执狂出版协议，怎么样？明白了吧？明白什么了？你偷走了出版社的公章。我要是有那个能耐，我就不坐在这儿了。不是啊，那你伪装成工作人员进去把出版社的合同偷走了？是小明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蛮子，你想开一点嘛，失败只是暂时的，咱们坚持一下，以后会好的。得。我不跟你多说，你赶紧给我签个字，我带你去见主编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事儿是不是真的。我拿我的男神塞巴斯蒂安跟你发誓，如果这份合同是假的话，我喜欢的番明年就完结，漫画永远不更新，限量版的手办一秒就卖空，我喜欢的作家永远不出刊。小老板，吃个布丁吧。出版社的事情办怎么样了？哦，石小姐最近……我说的是出版社，不是石小念。问出版社，不就是问石小姐吗？啊，孙杰平当上社长之后，大量削减了出版社的文字内容，准备把出版社往纯漫画方向改造。最近他还建了很多数据公司和网络平台。据说还准备和看漫画 APP 联合起来，把石小念打造成漫画界的新星。可以啊，大改革。什么大改革？瞎折腾。瞎折腾。不知道当时是谁啊，一看到女孩子哭，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。
那是我做过最错误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小老板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？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。毕竟早在我看到那个奇怪女人哭之前，您就已经让投资部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。我想什么？你倒是一清二楚啊！要不你别给我当助理了，我给你个部门经理当当怎么样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还敢顶嘴？长本事了你！说吧，怎么惩罚你？下个月工资扣多少？我罚站，半个小时，行吗？我听孙洁平说，施小姐把她画的关于穆千初的漫画结尾了。知道了，哎，你站好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最近和那个孙洁平走得特别近，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拿到漫画手稿的复印件的事说漏了嘴。明白。不过小老板，咱们是不是有必要把施小念画的结尾拿过来看一下？没准和咱们手上的复印稿一对比，能找出一些关于大老板车祸的线索。你这倒是提醒了我。跟公寓的为人处事相比，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？难道石小念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？可这本漫画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？石小念没有撒谎，陪伴穆千初长大的人是他，不是师弟。师弟才是那个家暴。为什么要收购出版社啊？你们 NE 不是专门研发手机系统的吗？怎么又转行了？小老板他就是……就是听说你要做事业吗？哦，我是要做事业，然后他就给我收购了一个出版社。嗯，这不符合他人设呀，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很有目的的。你有问题。米生，你快点告诉我，你要不跟我说，
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了，以后我也不回去了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别告诉小老板。我不告诉他，你告诉我。我个人猜测啊，可能是因为你上次帮他安抚了那些员工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。你知道他这个人吧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感激。他给我收了出版社，是因为他不敢跟我说谢谢。那这个礼也太重了，我都不敢收。而且我就顺手帮他一忙，他至于这样吗？他这么做，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。那你别跟我说，你们两个人自己交流。小老板也真是万里挑一的奇葩呀，而且是奇葩中的战斗机。哎，咱们去前面那超市停一下，买点鸡蛋和大米。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得对他表达一下感谢。蛋炒饭走起。看什么看？显得饱了。谢谢你呀，公。谢谢你帮我投资了出版社，我特别开心感动。不过我觉得你做的有点草率。你别想太多，我投资出版社不是为了你。不是为了我？那你干嘛出钱投资出版社，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，还给我出版漫画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难道你喜欢二次元？我这思路被你给带跑了。我是说，你投资漫画领域也是好事儿，但是你不至于投资我吧？我虽然对自己挺有自信的，但我怕我影响你的投资，连累你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，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，结果呢？你画的实在是太烂了。我在想啊，如果靠你自己的话，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。我画的烂？你去问问丸子，宇宙细腻无敌，美少女地狱。什么破名字？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。那当然。不过虽然你画的烂，但是呢，你是以我为原型，故意讨好我画的漫画，所以啊，再烂也得出版，不然别人以为是我没市场，也会影响ENG的声誉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倒不如直接投资一家出版社，及时止损。花钱收购出版社，及时止损，是什么思路啊？不要一脸没出息的样子好吗？等我吃完饭，你把碗刷了之后，就好好的去画漫画。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非常不满意，你最好为了讨好你的投资方，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。还说我？你这个人。你在说我坏话？你听到了？我神经。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会一直做一个名不经经传的小小漫画作者，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，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漫画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自己。你说什么？我在吃饭呢。吃饭也算说话吗？声挺大的，也是一种表达。这些我不都删了吗？这怎么都回到桌面上了？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，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。
说对了，在你的所有作品里，我只对这个感兴趣，其他的都太一般了。你快把东西还给我！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慢慢玩啊，我先走了。来都来了，害什么羞嘛？你快把衣服穿上啊！这件 T 恤湿透了，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，所以就脱掉了。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，不更是坦诚相见吗？谁跟你坦诚相见啊，变态！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？不是拿的，是偷的。笑话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都算不上偷。况且那个手机模型本来就是我的，物归原主而已。我说的是漫画手稿，就是我画的千初的那个，明明放在抽屉里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就是你拿的那个，绝对不能丢，是唯一的纪念。你签约了出版社，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，所以你的手稿也是我的。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，是我拿走了，并且看了两页，的确太一般。你还看？那是秘密隐私，你一个堂堂大总裁偷窥别人隐私，还直接偷走，无耻！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算偷。我本来打算再给任何人看的。哦，是吗？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，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，这个人情可不算小吧？所以。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公公是个大魔头，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多恶劣的品质啊？自私、暴力、粗鲁，还脱衣服，真的是……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。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石小念，你怎么老想着呢？还，你不会被公公给诱惑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越想脸越烫啊，是不是？石小念，看完我美好的肉体，自己躲在房间里回味的时候，你怎么这么得意啊？我疯了，我想你。好啊，那我也就不用跟你解释为什么我拿走你的漫画结尾了。晚安。是回去了。你为什么拿我漫画？想知道吗？有陷阱。进来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别碰了，坐下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这套复印件你交给过谁？我就交给过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，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，按照流程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。也就是说
你把这些手稿交给黄总编之后，这上下两套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？理应是这样的，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几张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拿到的。车祸现场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发誓我没见过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？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了。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可是这些漫画让你失望了吧？你刚才说你把这些手稿交给了出版社总编。除了他以外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。丸子我是信任他的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看来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。如果没什么事儿了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吗？如果有需要，我是说你要调查什么线索的话，你再管我要就好了。这我先拿走了。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儿，就先告一段落。什么？公屋收购了一家出版社，你确定吗？这个公欧果然比我想象中厉害，不能小瞧他。他要是单纯的投资还好，要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注意盯紧他的动向。十七姐微笑，好漂亮，好。师弟姐，你什么时候穿成婚纱呀？我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快了，等回头你可得把我拍好看点啊。好，一定的。服装老师，我们姐下手穿上了，那很厉害的。你看他画的这个总裁，又萌又中了，听说是有原型的，好想打听一下，这作者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有时间我也想去追一下。叫石小恋。哦，你刚才说谁的漫画要连载？秋兰，小念的漫画连载了，是吗？真的？手机新闻上写的，还能有假？你快，那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，是吧？咱们家小念真有出息。怎么都是字，没有插画？你快找找，他画的是什么呀？你看上面说了啊，漫画主人公以 ENG 总裁公欧为原型。哎呀，老师啊，刚才瞬间我的心啊七上八下的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我真怕我们家小念画的是千出，那到时候小蝶就会无一不牢，那所有的事都会瞒不下去的。照理说啊，我们家小蝶成了大明星，嫁了豪门，咱们家小念嘛又有出息，当了漫画家。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这两个女儿是普普通通的孩子，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他们两人那么的敌视。你也知道，这俩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个疼我这心里都不好受。好了好了啊，别想太多，不会有事的啊。